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喜兵兵，欢迎大家收看国服凯皇吊打一切英雄。为了比赛的真实性，全程实录进入游戏画面，我们依然随机匹配，开局随便进入英雄，我们选择凯皇，召唤师技能带闪现。哟，今天又遇到了貂蝉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凯爹秒全场。首先进入游戏，老规矩，先送一个人头。这个貂蝉也懵逼了，我操，没见过这阵型啊！于是乎，在公屏上打了问号，哈哈，老弟，你还太年轻。虽然你明哥我经济和经验落后，但是明哥教你们怎么用被动修罗之魂制裁对面。经过这两波的操作，我的经验和经济反而超了他。接下来就给你们展示如何单杀貂蝉。注意看这一波，貂蝉用了二技能，并且他离兵线很远，这个时候就是激活被动和大招的最好时机。于是我开了大招二技能，直接迎面输出，此时他是没有位移 CD 的，当他反应过来开大招时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，基本满血击杀。大家再看这一波，貂蝉虽然敢压塔，但是注意他的位置，后面是没有兵线，也就意味着是100%的修罗之魂状态。那你明哥开大直接二技能砍他，虽然他想位移逃跑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机会，两刀就秒，伤害爆炸。最后你明哥打的六神装的貂蝉不敢出基地，明哥本场的装备为铭文为，最后开大招爆砍基地，太轻松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别忘记给你明哥点点赞哦，关注你明哥，空间还有更多精彩。